他们也许没有被看见，他们是配角，更是主角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柔敏。在这次最佳配角的演出里面，我演出的是游春美师姐。春美师姐虽然看起来是很柔弱的人，可是她内心其实是非常的坚毅的，所以不管是什么事情，她就是会一直往前，她就是会很认真。春美师姐她本人是一个非常内向害羞，不过当志工你要哄小孩要讲很多话，她其实非常的紧张，所以我就设定她有一个东西是她手可以一直捏着的，所以她随时都会有一条手帕。从父母亲的死亡到做志工最后变成牙柱的召集人，所以他对于生病死亡这两个生命的课题，我觉得他都一直想要去探索，说他到底还能够帮助这些人多少。 Salam Aleikum。 在2年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拍摄甚至于停拍到了复拍，是经过一段非常艰辛的旅程。4月6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最佳配角不同凡响。